节目这么久我都没来过的地方。哦，真的吗？叫做六福水乐园。哦，因为是比较新的地方。对，它是最近三年才开幕的。怎么样？那上次玩完之后是不是很挫败呢？输了嘛，输到脱裤，对不对？但上次不公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那队都没有玩。哦。他们输了，玩什么都说我不敢。这是我不敢策略，你不能再讲人家输了，你讲人家输了没有风度啊！一整集就说对，我不玩，我不玩，搞得你那集来宾一整集都没有出现。这是来宾都不知道该干嘛，心理战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来到这边，其实我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从小看仁甫哥的节目长大。从小，我们都知道你是水中蛟龙啊。知道。而且今天呢，刚好又穿蓝色，对，所以说是一位蓝水中蓝蛟龙。水中蓝蛟龙，这个奇怪。没事没事，你前面讲的很好。对，后面的称号为什么要来个蓝蛟龙呢？水中蓝蛟龙很好，很好。我们是白色的，我们是白带鱼。对，我们是白带鱼。我们你怎么自己鱼还没有先到，我们味道先到。臭臭的，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味。今天我们就是蓝蛟龙跟白带鱼的对决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这样子，因为有鉴于上个礼拜呢，是你什么都不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呢，我出什么题目，你后面题目一定要跟我有关系。好，我跟了，好吧，你都要跟我，我跟你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两个都会一模一样的，是游戏不一样。Yes，OK， 动点头脑，好不好？仁甫前辈的震撼教育即将展开。在超强水柱喷射之下的汉典队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完成作答，要是无法成功解开谜题，就必须接受惨不忍睹的惩罚。仁甫出的谜题究竟会不会把他们逼上绝境呢？哇，哎，最后这样子冲很硬哎，很痛哎，那个只能这样下去。所以你们以为我们这么简单吗？哦，那你说一分钟呢？不瞒你说，你看我现在已经湿了。你刚刚有试过？我刚试过了。一定要试完，怎么样？一定要试，超痛！超痛！我们看到那边有两根柱子，哦，待会呢，我们就是用这两个水柱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在……但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刚我们试射已经射了很多了，对对，基本上它现在水可能没有那么多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不止你试过，其实我本身因为我刚好奇，我也试过了，你也试过，对，有一个诀窍就是要这样。因为我们是靠脸吃饭的，然后我们还要延续下一代，延续下一代。一个是对观众交代，对，一个是对父母交代，对，这样子要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但你们不见得会输啊。对啊，我没有说我们会输啊，我们是保护自己。OK， 对，那一分钟到底要出什么题目呢？好，来，第一位，你们要先告，首先要先告诉我们的是，四个人放置要怎么办？一分钟解开的东西，我觉得第一棒应该是羽球。因为是高血力嘛，智力取胜，智力血压，高血压，超血压 ，OK， 那再来，我看第二棒群风好了，哎呀，好不好？没问题啊，你打第二棒，好，好，然后还是你四棒都给我 OK， 第三是你，我压轴，你是压轴，我压轴，对，队长要压轴，给我点面子，对，不要这样。你刚开始就那样，大哥的女人，大哥，他讲不要，你有办法说？我站在旁边，他讲不要，我都说好，不要，不要。我刚才已经打电话给大哥，大哥说 OK 啊，不要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还是你主持当来宾。偶像我会有压力，大哥的女人在旁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羽球，请就位，第一棒，加油！好，那我们请我们小金来公布一下解开的是什么。在这个书里面，限时一分钟之内找出“列王大挑战”五个字样，一半成功。还好还好，姓王的艺人很多，对不对？来一分钟，预备，计时，加油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们找不到，你找到什么了？王。这么熟啊，这么老道哦！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有姓，那个姓名会有连战啊，姓名对对对对，姓名有可能会有，有可能会有。再多久？女战女战，25秒。我们早战嘞，好挑战了。列跟挑，列跟挑，列哪一个？挑战。35秒。挑拨离间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哎，我们还没喷呢。哇塞！太残忍了啦！好了，第二个可能，群风要来解开的是什么东西嘞？魔术方块。这
种东西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在玩。没有问题了啊，分钟哦，限时1分钟。但是我只玩1年就没再玩。啊，那什么色？红色嘛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白色。白色，白色，对不对？变。好好，来，1分钟计时。加油，开始。群风有机会，有机会。OK OK， 慢慢的。他的样子好像会哦，是他 OK 的，他的样子会哦。没有逻辑。剩几个？啊，慌了，完了，我转过去要蛮力。他过不了了，慌了，他有点紧张了，现在应该可以喷了。加油，加油，白色的。不能要吃的，不能要吃的。加油！没有，白色都不见了。哎，你们能怪他？射哪里？好的，射到对面。加油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射马球！这个好强哎！哇，这个好强哦！他这个好厉害，不要觉得我们都是在欺负你们，这个根本没办法嘛。1分钟之内要解开，其实是可以的，确定吗？真的？你要不要一周开一来？来，随便讲一个颜色，1分钟可以。女宝贝，开始，白色啊，白色，队长你可以的，白色，哎呦，队长超冷静，好戏吗？过关机器，像1秒了。对，10秒，没有，一定会过，我刚才就是卡在这边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差很多。如果过，我再让你喷2只。你刚用完，它就全部没了。没了，过不了了啦。可以的，我们队长可以的，真的过不了，过不了。而不是游戏王，可以的。30秒，一个差，慢慢来，30秒。我刚才讲说你一定会过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这又不是你们的题目，对啊，也不是你们的挑战啊。我们要证明一下，这是真的过了。对，我们不是出那种就是过不了的题目给你。好，来，严谨就位了，严谨就位了。到底你要挑战的是什么呢？红丸子，硬币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在上面玩，哎，严谨，加油，用力量，好，让他跳，OK。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完了，翻2次 ，OK 啊。1秒，结束，好强。最大哦，待会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它哦往右转呢，它会变比较扎实，集中的，对，集中那种。它左是比较散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右边就到。对，转到最扎实。对，好，好，阿伦到你了。好，来，就位，到底焊点要解开的是什么呢？小精灵，小精灵。英文拼图啊，这个其实没那么简单哦。好啦。去哪，队长？哎，准备了，这么近，压力太大了啦。准备，你这个会被冲走哦。对，来，比啊，1分钟，我才会受伤。来，计时，开始，加油，不能先喷哦。1分钟。A 完了，要找 B， 要照顺序嘛，照顺序比较好。B 先找 B 啊 ，B， 好 ，C D F G H I J K。不要唱，好，那个是一，我跟你讲，他的速度慢。歪，他这个超过，他解锁了。不能讲话。哦。几秒了？10秒而已。先给我讲一下。30秒。来得及，他来不及。快点，好，到不了，哇，是啊，水来了，多少，你要住，加油，
以后不要随便去抗议，去抗议就是这个感觉。对，来来来来，如何？手还发抖。哎，这怎么比想象中的还要难啊？这哪里难呢？就26个字母哎。这很简单，我玩一次给你看。啊，唯一你来。我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随便拍一个，一定都过。大把外差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如果我们赢了，你们的分数是我们的。哎，如果输了，那你们分数 double。好，可以。而且我还要外差，如果你们输了，你们全队站着让我们喷。对，好，我们输，我们全队让你们喷。好，来，大一点啊，站着，最少喷几秒，最少喷三点，三天三夜，三天三夜，没有了，喷20秒，计时开始。C D 不对了，下面，举，走过去好恐怖啊！好严重啊！下去啊！下去！好好玩哦！好可怜！这个水管哦，等一下不要撤掉，每一关都有这个水管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跑回来，然后等一下把它盖起来。